此地已归血衣楼所有，八荒弟子滚出去。万血窟乃武林禁地，该离开此处的是你们。你不死，血衣重生。少林企图五界犯禁，若非先生救我，早已化为劫灰。既如此，何不珍惜性命？先生已逝，万古长夜无名，该珍惜性命的是你们。一剑回银，食色性也，为何罚我？却只是蝼蚁。生罪魁祸首乃是白云轩与明月心，你们八荒弟子，你如此作恶多端，最终当年的青龙会就是如此这般自相残杀的吗？难怪你的嘴长，非沈龙首拨乱反正。医者本该救世，奈何尔等入魔，已失人性。
活着有什么不好？一定要来找死吗？听闻你早年曾与七王结义，无比潇洒，为何又成了那白小生？我曾是件不祥的兵器，若无先生锤炼，早已不折，又何来今日之风？你顾不得。血衣大法虽然极为痛苦，为了先生，我等会从地狱烈火中一次又一次的重生而来，绝无悔。哎，乃苍天之兵也，苍天怒而雷龙现。苍天之兵也，苍天怒而雷龙现。你们就算夺回了万血窟，奇怪，不知这万血窟的背后是否还藏着更多秘密。世间这些都是你师兄战胜过的人，先生的遗志将由血衣楼继承，但我不会去匡扶什么青龙之血，我想是那些该死的人真正从这个世界消失。你反复无常，又擅挑拨离间之术，我们一句也不会信。是吗？那我若说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，你信不信？杀死我，永远不能。